叮了叮铃，当当当，叮了当。这都无所谓，主要他还在搁萃取。多耗耗他血啊！我们多耗耗他血，他带着萃取，哎，抽一下，耗一会儿他就没有血瓶，而且我们带着传送，他带着点炎，只要我耗他，哎，这个抽没中。说得吧，小孩，可能是臣子或者地精之类的，换造成了人。这把我决定我主 Q， 来个小蓝宝石，哎呦，这也行！哎呀，我可没死，只是我的火炉想我了。我这豹女胆子真大呀！我操，她两管血，她敢过来赶可我，胆儿真大。确实胆儿大。
Nice 啊，兄弟们！多兰的记忆都是我教的。三级 Q 负 W。哎呦，好创！完了，包女儿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呀，太吓人了！不行不行，别别别，快跑啊！啊，兄弟们，我们就负责吸引火力，让对面赶开我们，然后找到版本答案。还包女儿收钱了，收什么钱？你 Q 你也歪，还收钱了。
这波没传送啊，这不局外人了吗？奶死啊！我们有传送啊，不用害怕。直接传他一手。没事，我是塔杀，问题不大。没事，我防御塔击杀。这防御塔打人有点疼啊。这波是不是血赚？我们不仅收到了一个人头，还被防御塔击杀了，关键没有人打着我。超神了，所有东西都是融化的最好，铅块、铁锭、巧克力蛋糕。我的炮车，先把日炎出了，小心点积木啊，我们马上到中路打团啊。哟吼！那包女不好杀，算了，回去了。我可不需要退伍，但感觉还不错。
Rampage.不太敢拆呀，这拆了容易死，算了吧，不拆了，不拆了，回家了。哎，没人好像，那我们可以尝试一波啊。还是有点没太自信。忙着给他拆了，完了，打不过，哎呀，哈哈，哎呀，没打过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掉线30秒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有点脆呀，小伟，有点脆啊，掉线30秒，给对面。放松一波警惕啊！老熔炉又燃起火了，我们就不传了吧？这卡米尔都来了，哎，我就不传了，我去下路带了，跟他们，我就跟这赵信玩一玩去。寻找一下版本答案。其实我这把呀是211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把是211，我死了2把，全是防御塔击杀。我的战绩虽然不太好看吧，但是咱没给对面送钱，你知道吗？赶紧升级，绑！哎呦我操，这也太疼了吧！哎呀，这也太痛了吧！我的妈呀，这跟平时的奥恩不太一样啊，不是说奥恩有点打不动吗？给我踢死他，操你啊兄弟们，多少级可以给我呀？13级，差一级，还差一级啊、哦！没到版本答案的时候呢，差一级，差点意思。山脉亚龙，我马上到，升级。会不会被小黄毛给抢了呀，兄弟们？
古龙龙魂。后边这几条土龙要都拿了，我们就无敌了，兄弟们！后边这几条小龙给我拿下啊！要问我更喜欢什么工具，未免太幼稚了。但我的锤子是我最喜欢的。我发现这英雄就得打比赛，打这种角儿太快了。没等到我十三级呢，对面没了，我们家没了。这波跳弹不打啊，不太敢去。哎呀，我起飞了，什么意思？我马上到，等会儿啊，这个团战我们跟对面打，那不是随便打吗？你给我随便打，问题不大。我们不掉血，这后边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一波。你干啥呢？死的惨了。版本答案：山焰之影。